三楼。好，汉典单拍，看这个汉典刚的这个对家。二三，耶！一二三，耶！来，一二三。好，来，再我们再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来，一，好，耶！好，水哦，水哦，水。签约这边有需求说你一起跳，肯定有人说别折磨你了，这该怎么处理 ？OK 了，你 OK？ 你 OK？ 我想让没折脚，我跳不起来。我今年就纯粹是配菜，然后呢，十年不走红毯，就一走就要走两三趟，我已经快发疯了。现在这一套是我们那个综艺玩很大，心里面想说两个应该会得一个奖嘛，结果呢来了以后 ，Kit 跟昆达他们送我这套衣服，而且是手工做的，很贵，然后他们可能这一次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对，这样用怪怪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他们两个是还蛮伤心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跟他讲，没有得奖代表节目还能长长久久，那如果你已经得奖，节目本身又已经长长久久，哎呦，就不用害怕，哦，就不用害怕，就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轻松的节目，一掷千金，哇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这一球呢有一点失头了，这一球有点偏高了啊。这种被咬中，要偏高偏高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有点偏高了。今年以后好不好？今年以后，今年不，我心里面有个开心的话，可以让我讲一下，可以讲一下哈。各位，我们那个我最担心的一个奖是哪一个奖？人气奖。哦，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什么？综艺玩很大的奖，非常害怕，因为我们是在过12点以后，我们的票数超前。我个人是绝对不在意的，我希望谁得我都开心，但是哦，他们年轻好手每一个很在意，都已经闹兄弟了，对不对？演唱会里面去啊什么，哇，王嘉尧给我一个票啊，他这种也是有点有点偏高，没关系，把真心话把它讲完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做到了这件事情非常开心，因为你们难道忘了吗？在台湾唯一一个人跳出来说，一定要让观众参与投票，有那一个人就是我。而经过几年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投票了，我等于是综艺界的民主之父。好，鼓掌票，鼓掌。我同时也是红梨国交之父，好不好？24号，各位，我们24号见。24号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我再度拿下国家品牌玉山奖，这个比金钟奖还要难的国家品牌玉山奖，我连装哎。我今年还拿到国家品质金牌奖，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你们先鼓掌一下，不然他不会走的。后面人还没来，你们可以聊两句吧。哪哪他啦，这成年礼啦。但是因为我觉得18年拿第一座，我觉得真的要非常谢谢。36岁才破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那个心情有点麻麻的，麻麻的。麻麻的，这球又偏高了啦，对啦。那真的很谢谢宪哥的带领我跟露露这样子，然后跟你们两个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。即便一直熬夜，哇，我太感人了。我这一次太惨了啦，我等于带着女儿，又怕她不得奖会难过，然后带着 Kit 跟那个昆达又第一次，因为要在家里。当一家之主，难免也要拿个一两座金钟奖出来。怕他没有得奖，我很难过。然后再来就怕你没得奖，因为我们都得很多了。也没有得很多啦，你啦，得很多。想
说你一定要得到这种，想说我可能会慢慢习惯。18年他那么辛苦，我都觉得对啊，我的这个节目是为你做的，眨眼就18年。露露是脸妆啊，啊，今年拿奖，今年拿奖，我们接着再说几句，他好不好？他得这个奖，我答应过他，我要送他一对。哦，对对对，对，对对对，艾米提供全程。宪哥，你这段 solo 的太久了，艾尔利 solo 太久了，两粒，包两粒，包三粒，来，我送两粒，好的，来了，好，再见，终于来了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谢谢，都我们的老朋友的支持，谢谢。